各位好，我们现在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量测资料那个汇入到那个 PC 的一个系统哈。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台米字投影千面卡的量测仪，然后它还有它的资料传输线。那主要我们这边有两个我们自己研发的产品，一个就是一个所谓的资料转换盒，它可以把米字投影里面量出来的数据资料转成一个输入码，输入到我们的 PC 上面去。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是一个红外线的感应器，这个红外线感应器就是每次我们的资料要输入到我们的电脑上面的时候，透过这个红外线的感应器来去做一个开关，把资料喂到 PC 上面来。好，以上这是我们产品的介绍，谢谢。